这边老板去哪了，你知道吗？老板出去了，你要干嘛？哦，我来钓鱼的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老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跟我说就行了。哦，那你这边钓鱼怎么收费啊？这里1000块钱三个小时。1000块三个小时，你钓什么鱼这么贵？这里都是大石斑鱼，小的有50多斤，大的有100多斤呢。哦，你钓啊？真的有这么大？嗯，你钓吗？对，我钓。我上次都被拉下去游泳了。我也想下去游一下泳，要么我试一下，我钓2个小时可以不？2个小时，老板说最低3个小时。美女，你看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这个堂主了，你就少一点给我们，我就钓2个小时试一下好不好？钓好不好？嗯。你真的，你这么漂亮，有没有男朋友？我信你个鬼！两个小时行不行？嗯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那我扫给你，我试一下哈。嗯嗯，好好。你这不是有现金吗？啊，你给我现金就好了。哦，现金是？嗯嗯。那个鱼的话是怎么回？鱼的话回鱼600。哦，600一条是吧？嗯，对。那我钓2条就可以了哇。美女说她这里最小的有50多斤，大的有100多斤。哎，我这个钓一条我就上岸了，我钓个2条我就赚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不管，先钓她的鱼。现煮我们就搭配这个100号的通线啊。杆子的话，我们就选用一个7米2的猛攻坦克，先抛杆，先把这个鱼给钓上来再说。走你，漂亮，哈哈，漂亮吧？来。过来抄吧！天哪，你看这一点一点的小斑斑，来，兄弟们看一下多少斤？54.6！我天哪，这看起来好小，有50多斤。来，我们继续哦。这个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是他这里的100斤。走，继续。果然，长得漂亮的女人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是他这里果然最小的是50多斤，我不会运气这么差吧？就钓他这里最小的，反正时间还有，我们继续来，无敌啊！你安钓费付了没有啊？我付了呀。你付给谁了？我付给你女朋友了呀。没有女朋友啊？你怎么说啊？不是，那刚刚那个白色衣服，那个漂亮的长黄色头发的那个是谁？怎么付给他了？啊？那行，那没事吧，你钓吧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来，我们钓鱼。啊！来，太漂亮了！啊！走走走，快快快！来。
你把它往那边带。那个老板，你把它往这边带就可以了。往这里，这里最近。我的个妈呀，这是得有多，我大天哪！哎哎，小心小心，把我的线切了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给我给我。啊，来来，我。睡了，来来来，出水面了，看，来来来，哇，正口哦，哇，天哪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一下，七十二斤，你们看一下，兄弟们，你们有钓过这么大的石斑鱼？来，我们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再抓紧时间去钓它100斤的，走。鱼不是它啊，我继续，我们继续。哎，美女，啊，不要拍了，时间到了。哦，那老板，那可以，那你帮我把鱼回一下吧。啊，可以。一条50，一条70，就总共900。900？对啊。不是，老板，你这边不是2条是1200吗？600一条。谁跟你说的？你刚刚那个女孩子说的，就收我钱的那个女孩子。那她怎么跟你说？他说回鱼600一条，他没有说60斤以下的是多少钱啊？他没说清楚吧？我们这里60以上的才600一条。那行吧。那我转账给你吧。啊，那我去拿手机。这么大的鲶鱼，兄弟们，你们有没有见过？今天我来到了广东阳江，听钓友说，这边经常能把竿钓断，把人拉下水，到底有没有这么夸张？走了，我们去会会老板。走。哎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听说你这边。老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钓一个小时试一下，好不好钓？你开什么玩笑？真的是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认真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附近都是这个小时行不行？老板，人家大老远的从浙江过来的，你多多少少都优惠一点点嘛。你是女孩子，我也不想让你吃亏。你这样子吧，你能钓两条30斤以上的，不收你费用啊。不是老板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看我瘦，我浑身是肌肉。你试试一下嘛，说那么多干嘛？那行，那我就试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嗯，那个费用先交一下。转来转去不麻烦吗？行，你要不嫌麻烦，我就转了。
这个杆要爆了，要爆了，一定要！我这会发力了，我也不炸！哎呦我的妈！要飞过去！不是你们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哎，我还说不炸，这条好大！我天哪！别笑我，这对面的钓友全部在笑我。我上来，哇，原来是个力，这条鱼后知后觉，发力发的这么多。来，老板想炸我的竿，没门。这要是早餐不多吃几碗啊，这个鱼还拎不上来。我一发力，我听到这个杆子要线的声音了没有？嗡嗡嗡，跟小蜜蜂一样。哎，我还在炸，还在炸，还没上来。哎呦，我的腿抽筋了，腿抽筋了。没力气。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榨干？我来，老板帮忙抽条鱼。兄弟们，这个季节钓鲢鳙，你要钓深一点，深钓的深才会鱼大。来看一下这位有多大，最起码30加以上。老板可以过一下秤不？秤没带。这边有三只，肯定有三。哇，好爽！这个鲢鳙是真的大呀，这要拿回家做那个剁椒鱼头，我家的脸盆都装不下，那要得多少个人才能吃得完？走你，我们继续啊！老板说，他还说这里还有80斤呢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他这里80斤的大鲢鳙，兄弟们和我一起期待这80斤的大鲢鳙。喂，冬月，你来了！哇 ！Oh my god！ 我这祖先都切了，这么大的仙竹都切了，不得了！这里的鱼果真是大。来，我们换一个大的仙竹继续弄。我真的是小瞧了他这里的鱼啊，这5托4的仙竹都能切。现在我们赶紧换上这个7托6的，这个钓鲢鳙我还没用过这么大的仙竹，不得了，好期待呀！哎。哎，终于我咋飘了，怪不得都要来老鼠侠挑战大雾。我老板还要抱我的杆。我都气到碎了。哇，这脚可能有点大了。不放杆，你跟我下去，我才不会放杆。哇，这条真的大！哇，这条大了！老板说想要放我的。哇，老板，你说话要算数了，肯定算数。这条鱼超过30了，有30往上了，30往上了是吧？那个钓友帮我见证一下。哇，这条可以。哇，这么大的大头，我抱不动，我需要抱住。哇，
摇过着我大的大头。老板，那我已经上了，这是第五位了吧？第五位了，要不放下去了？你说的话算数了？算数。老板好不开心的样子。哎，兄弟，啊，今天钓的太过瘾了，好刺激！今天总算体验了一把钓巨鲢的快感了。我这个鱼的冲劲不是一般的猛。好了，今天我实在钓不动了，已经连钓五条了。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哟。你们下期还想看我钓什么？这里告诉我哟。走了，找老板去。80斤的人钓100斤的鱼得有多刺激？今天我来到了一个钓鱼场，据说他这里的鱼条条这么大，老板说不怕我钓不到，就怕我受不了，并且还放下狠话说想让他这里的鱼把我拉下去游泳。咱狠话不多说，我们去会会他这里的鱼。走了，老板你好。哟，你真敢来啊！这有什么不敢来的，这么大的热天我也想下去游个泳。我就喜欢你这种有胆量的。那先付一下钱呗。多少钱呢？咱们这里的话是1000块一个小时。1000块一个小时？你这不是1000块三个小时吗？1000块三个小时的话是存疑的，1000块一个小时随便你怎么搞。哦，就是说1000三个小时你必须要回鱼，如果1000一个小时就是鱼我可以自己处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啊，那行，转过去了，那我试一下。哎，嗯，哎，等会。怎么了？等一下你被鱼拉下水的话，我们这边没有衣服给你换的哦。老板说他喜欢我这种有胆量的，说心里话我也挺喜欢他这种没见过世面的。这钓100斤的大鱼啊，我也没有浮漂，我就自制了一个矿泉水瓶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所以我们选用100号的通线啊，杆子的话我们就选用一根7米2的猛攻战将无畏，刚好借此机会试试我这个战将无畏的极限在哪里。来，我们先抛出去。走你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坐等大鱼上钩。其实我心里也很紧张的，也不知道这里的鱼到底能不能把我拉下去。有人。这里的鱼太猛了，我这一不留神杆都拉跑了，吃饭的家伙都差一点快没了。来，我继续啊。走你。下去吧，现在我们要好好认认真真的钓鱼了，这个时间就是钱，一个小时很紧张。来，我们继续守。刚刚好像有点动作了，一定要把我钓这百斤巨物最帅的那一秒记录下来哈，还好啊。稳住！稳住！稳住！
姐，快来帮我抄鱼！这力气这么大呀？不是，我的腿都抽筋了，姐姐，我来帮我抄，快抄鱼！这么快就上了一尾，来，我们看一下鱼有多大了。我的天哪！哇！来，小心小心！来，我们赶紧拍个照。哇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现在还有时间啊，我们才钓了半小时不到就上了第一尾，我感觉还有更大的等着我们。这条不算什么，弟弟，来，先给我放这儿，老板。这条鱼真有劲，但这条不是我的目标鱼，我的目标是它这里的100斤的。来，我们继续。啊！我的个天！哇，这个力气太猛了吧！钓这个海鱼啊，它跟钓淡水鱼真不一样。这个海鱼，它有好几波的力可以发。我的个妈！老板，过来帮我抄鱼！哇，这条的，这个海鱼啊。它就是吃口比较凶，比较猛。它一旦吃到饵料，它就咻这样吃的。你看我这个矿泉水瓶，它直接一口，啪，就一个大黑瓢，然后我就打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先取钩子，一二三，走！兄弟们，这么大的巨型石斑鱼，你们钓过吗？来来，下去下去。钓大鱼就是刺激啊，但是这个老板有点吹牛，我钓了两条，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时间都到了，都没钓到那种把我拉下水的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这里就先不钓。刚刚我接到一个电话，你们还记得我守了10天的那个大水库吗？刚刚电话里说巨物已经出现了，我们现在赶紧收拾东西，立马赶过去。你们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一下哟，走快。你钓下这么多鱼，能不能还给我呀？哎，你好！哎，你好！你这边钓鲢鳙怎么收费啊？钓鲢鳙啊，现在的还不是季节不？那我刚刚看了那里那么多钓友，他们不是在钓鱼吗？他们是在钓土鳞的。钓土鳞的？啊。老板，要么这样子，你看可不可以？你看我来都来了，要么我去钓一下，我钓到了再给你钱，钓不到的话就当免费帮你试一下。你是开玩笑吧你？我不会自己去钓吗？老板，来都来了嘛，你好歹也让我钓一下嘛。你想钓也行。定了喽。你那肯定是你定的。好的。咱们去了。那老板。我如果待会一条都钓不到，你能不能退一半的钱给我？退钱没有这个说法吧？走你。好，等这个浮漂一到位，我们就抽啊。好。来了，哎，又毛鱼了。
老是毛鱼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这200块钱不送给老板了吗？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，在钓联鹰的过程中出现这个口啊，给的不利索，上上下下上下就是达不到，老是毛纵。今天我教你们一个小秘招，嘿嘿，拉丝粉。你们肯定很好奇我为什么在这个饵料里加拉丝粉，因为加了拉丝粉之后，这个饵料就会变黏，就能减少这个饵料的雾化速度，这个鱼想吃到它就必须用力的靠近它才能吸到它，这样我们就能打中鱼了。但是这个只针对于平时我们窝子里有鱼打不到经常毛鱼的情况下，新手钓友们你们可以试一下哦，不过我不能保证你们一定钓到鱼哦，哈，只是我个人建议，走来钓鱼去。兄弟们，我的秘方已经告诉你们了啊，用不用是你们的事，哈哈，来我们继续走你 Bill。 终于漂亮，哎，我说吧，这一改变是不是就终于了，这拉丝粉加的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好像技巧不是很大啊，哇，直接给它钓飞起来了，看看之前好小，来来来，不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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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这一个稍微的一个细节改变马上就走远，这尾虽然有点小，但是来了就是好事，下去吧。终于漂亮，哈哈，又来一尾，来，哇，这条应该比前面那个探路的要大一点，哇，你听到这个药线声音没有？嗯，来来来，哇，扎实了，看，哎，哦呵，怎么又是个来探路的？看，不过没关系啊，收费也不贵，才200块钱，半天。那我现在要不停的连单，那老板今天不得被我看哭啊？来来，让你哥哥来找我了，哎，漂亮！这个鱼一旦粘干了，我们这个饵就要越捏越小，这样它就更好的吸入。六下去。来了，终于漂亮，哈哈，大连杆，哇哇，这条大，哇哇，这条大。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好大，看到没有？我差一点被它牵线，我今天线主搭的有点小，来来来，稳住稳住，哎，到现在还不出水面，难道是钓到这个鲶鹰的爷爷奶奶了吗？来来来，还在游还在游，哎，来弄上来，哇，你们看这条好大，这个头大不大？这个最起码有个5-6斤以上。可能还不止，你看它这个嘴是不是比我的嘴还要大，哇，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叫大头了，因为它头特别的大，下去吧，我继续走你。来，终于，哈哈，请叫我威廉八，哇，又来一尾，哇哇哇哇，来来来，我上来吧。啊，又是个正好，哇，这水库的鲶鹰皮毛就是漂亮，你看，花花白花白，下库，走你，溜下去。你看，兄弟们，你们看他的嘴，这样能看得比较清楚吧？看他的嘴，漂亮，啊、跟我一样的憋嘴，这个叫什么？地包浆。来看，来赶紧给他下货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今天不得了啦！下去，嗯。
好啦，喜欢我的可以关注我一下哟。下期你们还想看我钓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